不许跑调。耶、yeah, ！我最爱撒。妈妈，我不想过。妈妈在哪？哇哦！哇，这是来了吗？妈妈，妈妈！哎呀，宝贝，你怎么了？我想你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妈妈，来，乖乖。妈妈，嗯，爱你啊，宝宝。是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要东西给我呀！对，这个肉。哇！肉，嘿嘿嘿。小朋友们都站好了，好，我们音乐放起来了，三二一。我看到你，跳舞跳舞。做表演了。短裤和背心保护着身体，不能乱跑，不可以大声的笑话，不可以小声妈妈和蛋皮，陌生人给的绿色和玩具，似乎都是不错呀，只有在他们俩身上有成就感。妈妈，妈妈，生日蛋糕，这个是谁呀？耶，这个是谁呀？啊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Zoe。姐七岁生日，哎呦，我爱死你了！谢谢所有妈妈，谢谢。但是节目还没有结束的，现在我希望所有小孩都安静一点，不能出声。哈哈哈。小 Q 都翻身了，隔壁那个又一直就走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就，然后他们每一个都笑得开心的不得，走了走了，就这样，好搞笑哦。
的小吃货一枚。No, 尼莫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啊！妈妈，我想跟你一起。我也想跟你在一起啊！你刚才为什么说没有？没有跟你说拜拜，我就走了哈。对不起，妈妈赶时间，下次我不会了，我答应你，都是我不对，好不好？哎，裙子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因为早上我在沙滩已经不辞一别了，他说你为什么又这样子？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再见？你又走了？然后我说对不起，是我不对。嗯哼。哇，好吃的来了，快！来，辛苦你们了，今天谢谢，感谢。你看那个蛋糕已经被挖了两下，啊，谁挖的？啊，小鱼儿，好不好吃啊？尼玛，你不要追鸡宝，突然一下子变成好朋友。让我看见他们真的完全的拒绝，我就很安心了，因为他们真的长大。